这么跟你讲吧，脑子就是一个牛，一根筋，是的，就是好行。再好好待几个季节，我相信各位是我女朋友吧？你相信过了总有吧？有过了。对呀、啊，以及我没有，就是真的没有，就是真正的就是不相信吧，确确实实。哎呦，相信还分真正的相信和虚假的相信，那、啊、是不是在我们分手没有分手的状态下，你就已经跟他聊了，聊骚了？没有聊骚，也不是聊骚。那你聊啥呀？就是聊以前。那个时候啊、我还跟你不认识的时候的那个时候的一些细节。这个东西学校已经有相关部门去核实跟进了，它需要一个过程。